Hello， 又係我 David Sir。咁而家喺西灣河公園嗰度去影下相啦。咁睇下香港有幾靚先啦。你睇下幾平靜係咪？即係呢個先至係真正嘅香港嘛。睇下好多一家大細都出嚟，咁啊同啲屋企人行下街啦，去睇下啦。玩一下，親子樂幾開心。假期的香港其實就應該這樣而已，即是簡單的生活，在忙碌之中忙裡偷閒，這樣才是最正的一天。放下假就跟家人出來陪下家人，是不是？現在天氣不是那麼好，那就有煙霞啦，因為台灣那邊打風嘛，那所以啲即係懸浮粒子啊，聚曬喺香港呢一邊，啲風扯曬過去台灣嗰度，咁衰嘅時候個天氣係麻麻地，咁今日忙裏偷閒，就唔好同大家講下暴動啲嘢，咁反而係講下啲香港人啲常生活究竟係點樣樣嘅。咁我頭先沿路經過西灣河一帶嘅時候，其實都見到好多食肆生意都唔錯嘅，咁呢樣先至係噶嘛。咁都有問過佢哋生意點啊，佢都話：，西灣河呢邊就冇乜點受影響嘅，其實都同之前差唔多啦咁樣樣。咁其實呢個先至係香港人真正想要過嘅日子咯，就唔係話日日打打殺殺啊，個個禮拜都有事發生啊，催淚彈又周圍放啊，咁呢啲就唔係香港人想要嘅生活嚟嘅。香港人想要生活就係咁樣樣，想做乜就做乜，自由自在。我唔影響你，你唔影響我，開開心心咁樣樣，咁咪幾好？好，好短咁樣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先啦。好，祝大家假期愉快啊！聽日翻工啦，而家晏晝4:30到。OK， 好，拜拜，咁多位。